大家晚安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那个花园之间。到那里，那就要回去最一开始的地方。
可以重来吗？这个最终会移到上面去。那如果说按照规矩来，好的，我要先走回去。可以停在半空中，神奇。可是这样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啊，奇怪了。
得说我这样走过去，我就可以都退路。可以耶。水管，哪边有那个亮光啊？像什么东西掉下去？哦，是水。好了，灯光。这样就过去了。先过去好了。不行不行，哦，它不能卡在半路。Thank you.
利用那个水滴的性质。流下去了，花苞。这水滴有点难控制。这花苞原本在哪的？要想办法让它飘上来，这就比较麻烦。这样好像也弄不上来。他要怎么弄上来呀？还是说前面？可是前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那朵花去了吗？那朵花？哦，没有，它是流下去，它流下去就上不来了。哎，竟然可以！刚刚没有按到。之后冲它，哦哦哦，有了有了。水管是吗？哦，这算排
排水口吗？把这个当做桥。好像没有，可以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是控制的。大概这样。哦，不对，再稍微过来一点。它过不去了，应该要踩第一个。那个点要卡好了，不然不对，太灰了。说前面那个就有问题，应该是前面那个就有问题。这个前后的差距关系着整体走向。会流太快，不行，它就是第二个，就是会接不到。这里不能按，只有后面那个男生能操控。
说它可以重置吗？如果可以重置就过得去了。不行啊，那个 一开始就是倒的。
自尊了。有了，过了。那是外套，掉下来了。这个是，我要控制这个的。现在只能走第一个，我要过的话了。啊，过头过头。它只有一个可以控制。所以就是说我要找两个是可以过的，可是问题是其他都是有雾的，所以我应该要回去。我需要那个光。下去了。其实本来就可以过去嘛，那我再动心算的。上来吧，我记得。
们在他的外套掉到那种，这算下水道吧，他想要去捡，可是他这样随便闯进去不太好吧，尤其他还有围那个镜子进入的。弄了花之后再回来把它散掉，这个点对。哦，会动耶，哦，会跳出来吗？哦，有了。那如果往前呢？跳过来是吗？他跳去哪？对面吗？不对，刚刚那个应该是这个，这算桥吧？要再回去一点，溜滑梯，有溜滑梯吗？哦，有耶，有溜滑梯，现在才看到。跷跷板，然后鱼轮胎就是这里啊。哎，那那个花在花是哦，花在那里，溜滑梯上。
那个转转转的是在旁边下面，应该所以让它回来嘛，回来轮胎这里看看，我也不确定，它还是一样。不用回来，直接过去。对，对，过了。
他跳着。哦，他跳走就不会回来了，那我就可以回去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应该还可以再跳去别的地方。也很难控制。不是你，我不是要你。声音了，接下来让他回来。有了，终于。听歌我真的是没什么印象，但是如果是用 CD 我倒是有，以前会有那种用 CD 然后用随身携带的那一种，然后也是插耳机就可以听。卡带比较多还是那种录音机还是什么有的没的，比较常看见。
所以要再点一次。是会吸走的。是一个零，亮了。跳回来，所以我直接去拿什么？哦，对，直接我去拿，因为它现在消失了。拿回来之后，直接在上面点亮就好了。这个很特别，星空。近一点，这样应该够近了吧？不对，不够近，不够。那就是回转，转到最开始的时候。中间的位置要找，看哪个方位是最近的。最后一步而已，这有点麻烦。这样看起来也很远，不对，就刚好卡在最后一步。亮了，所以绝对不是这个。
在哪里？还是说先关？先关一次，也许先关。再旁边一点看看，结果是去关心，就是刚好旁边有溜滑梯。一开始是对的，只是我没有看到后面，在那个机器里面。
第二个吧，再看一次。好像第一个、第二个都一样，很容易被吸走。先试试看第二个，看会不会被吸走。什么开关可以把那个吸的把它给关掉，刚刚忽略掉，可能啊这里啊，对了，我就放第二个。往上走就直接第二关了，天哪！这个雷应该是个关键，
我只是说改变雷的轨道，可是要怎么改？这里除了能前进后退之外，也不能干嘛？被电线影响的吗？可是这能
不要接电。大概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让闪电劈中。对对，就这样。有了。好像是最后了，第三关。它是聚集。结束了吗？
搬家了，他要离开了。所以刚刚那些都是他们认识的回忆，在一起的回忆。现在男生要搬家了。There are colors in the sky, and the ground is turning gray. In the place where you and I used to play.结束了。